要是李宇冰在，我肯定点一些青椒肉丝、木耳炒胡萝卜，我恶心死他。不过，反正他不在，点两个绿色健康、高蛋白的菜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了？是我叫冰神怪。啊，社长。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须得来啊。这边有卫生槽。没事，我就坐这儿。往那边挪挪，往那边挪一挪。到底干嘛来了你？我和你一样，被邀请来的。这个菜上齐了，咱们开吃吧。给我剥虾。滚。一块钱一只。就是滚。五块钱。马不停蹄的滚。十块。十五。二十。二十五。对不起啊，出来。坚持。绿宇冰，你要是有病的话你就回去治病。作为老乡兼小学同学，我警告你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玩心眼都滚蛋。如果你真的想挑战我的耐心，那就准备好你的耐心。那好，给我剥虾五十一只。你到底要干嘛啊？何雪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，人家还是个小孩，这你都要下手吗？周玉言，暂且不说我要不要对他下手，关你屁事啊！所有你想要的都是我要反对的。好啊，我想变成穷光蛋。好，给我剥虾一百余只。好，这感情之路成谜呀、啊！行了，不用补了。这行了，我吃饱了。七千。哎，同学们，咱们吃也吃好了，喝也喝好，玩游戏吧。好。七千。咱们玩。五克船长怎么样？